箴言第五章头一节到甲第六节，箴言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Proverbs 5:1-6。我这个天主教的天主教徒啊，然后天主教徒无咪注意啦，但是今日生啊十个囝，是啊。老君呢，就劝大伊行啦，你知道？就讲兄弟啊，你若无累，你若生了一个囝，你应该节衣啊，应该节衣，对不对？就是讲应该啊，安怎讲啊？节衣要变哪样讲啊？家庭计划。哈？啊，我当做人家庭计划啦，较顾人无啦，你知道？较顾人无啦，你知道？忙不生啊，你知道？特别这兄弟真正起哄了。咁咱先咱讲，老君，上帝教咱人个嘛，咱要生一只鸡嘛，上帝予咱囝，咱不要来随便随便介意，你知道？伊独个家讲一句话，你知道？上帝嘛，予咱好注意，但是有时嘛，行无线，对无？那兄弟们，这是一个笑话，就是咱不笑的。上帝予囝嘛，你才介意嘛？而且上帝予好嘛，不管是嘛是行无线，对无？但是因为这个事呢是一个笑话啦，但是有阵物件咱看到有阵物件，我先咱现在先咱看上帝话了啫，咱要知影上帝的心做不做？那今日我跟你讲的是成功大抵咱的生命，大讲成功大抵咱的生命。成功。我讲的成功是看路几多，系咪咯？几多会好咱人的生命成功？你都唔知上帝真正啥物？你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需要靠主来为自己的生活，你靠主来为自己的生活，才能为生命改变，然后你一切无常。所以你千万别看轻祈祷，每一个祈祷对你生命才重要。今天我告诉你，今天你成功了，你要注意你的生命。那也这样，我们的生命会让我们成功，不会让我们失败。我们看大声一点，箴言第五章第一到六节，箴言第五章第一至六节，这样讲，我的子要用心，要用心我的智慧的话，然后你要用耳朵听我聪明的言辞，就是的言语，为何你坚守我的方法，嘴唇保存了知识，因为拉三的查某的嘴上得比长呢，伊的嘴比油更加骨，到了尾却是苦的。更加上得五边来的刀呢来刮入，伊脚打入死的所在，伊脚打入阴间。伊就来看伊嘴面有生命病的路，伊的路变动无停着，家己却无知影，咱平头几多。像所求的性命，开有人耳啊，开有人心，开有人招，可能明白主的心意。好求人日子，会按了你自己行。像所求的性命，祝福都来人生。我教我每一人讲话，性命求主与我同甘，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句话呢，是一个智慧话，叫基督徒的性命呢，要注意啊哩。注意上帝的话，圣经里面，圣经大大圣经的教导里面是教导一个囝，那这个囝是个王，然后这个是个士大人教导一个细囝，圣经讲你要小心，注意听话，唔通落大滴查某的手中，就是查某的嘴比你大滴，这个讲的查某是普通的查某啦，这个讲的查某是歹的查某，然后。这边讲到教过尾边的变作苦的，搁有咧就是伊的脚单死的所在，然后伊的脚行落阴间，伊却唔知影，好意思找袂着病的路。你即款，即句圣经在内面讲的正简单，就是要小心咱的生命。甲你讲小心咱的生命，真正济人伊的生命行袂着病路，找袂着病路，常常落去的。常常弄病，原因就是病咧。原因就是大理，伊的生命无改变。
所以啊，即位即人啊，所来到来到主的里面，因为点声？新主啊，背后点声？我哋生命改变，一直只要改变。然后我总是相信，有主在咱里面，咱有平安；有主在咱里面，咱有生命；有主在咱里面，咱有力量。但是咱的生命行未好势呢？要小心三物件，大家讲，要小心三物件。头一个，我来看，生命是圣洁，叫做圣洁的生命。大家讲圣洁的生命。咱看首先一下，以弗所书头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one verse four to eight， 以弗所书头章第四节。到达第八节，那我们来看，这个讲，愿上帝不要忘记啊！所基督的百姓和你基督里面，天天孝顺，各样属灵的方法去啊！在此外面，保罗对了这耶稣有所的教义讲物件，我们俄罗斯要感谢主耶稣，我天父上帝。因为在耶稣里面呢，耶稣已经享受了天顶真正最上的福气。很相反，因为在你创立世界以前，耶稣拣了人，让咱在伊面前成为圣洁，完全无破相。保罗讲了下句话，伊讲大地这个起初的日子、做人的日子、做世界日子上面，做了一个艺术，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家己隆重、圣洁、隆重的。那当当讲到这个圣洁，就意思是讲呢，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了背后，人变成圣洁。之前啥物？之前是罪生命、黑暗的生命、恶毒的生命，然后作界不同的福气的生命，即无圣洁的生命。那基督徒要小心啥物件？咱需要。去追求圣洁的生命，哈密斯，因为罪会出来受诅，上帝那个祝福会点声对罪炸掉，那个祝福临到你生命，甚至上帝祝福了你，因着你犯罪的挂到对你罪的受诅来，所以咱做起了大了鬼后，咱一世人要追求啥物件，都是离开罪。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破坑，来讲破坑，这个是叫做属灵的破口。圣经所讲，哎，这属灵破坑是啥物物件呢？就是魔鬼的进入的，你对烂的所在，你咧听的所在，甚至你对乱尿的所在，叫做破坑。那为人破坑，破坑是累，因着累的蛮多；为人破坑是为了大波杂波的关系的蛮多。为人破坑是面水，为人破坑是住宿，为人破坑是家庭，为人破坑是财富。那总之，这个所有的这个财富啊，所有罪的咒诅是大的，对生命啊犯罪了，过到对去，也是生命犯罪来开始。那几多多？如果财富哈咪物件表现，所以要小心。你家庭，那是因着查甫查某的关系，但只嘛你要小心查甫查某的关系。你家庭那是曾经看水平离婚，还是你家庭有离婚的代志？你要保持你家庭，万万不要发生那代志，让你生命保重。如果那是讲好看的，因破不倒的，啊，你小心破。有破的时候，你莫行袂去啊！你莫去倒，莫去看，球莫去看，你知道？迄个破的朋友，问我等于袂当，真正。我曾经跟你讲过，我是因为破不倒的，还惊吃饭卫生不正，就是破。我想我吃淡，然后我袂记吃物件。我到底属龙第十几年了？真？我生了位啊！生了位数未惊，阿姊喂，我读多个人听，喂 ，NS 第三啊，会出来人听。我去云顶，坐位惊去顶拍，知道啦。喺大城有这机会，知道啦。然后我就惊，开我惊，规件规个这个啦，
贵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啦、店吧，对不啦？阿妹就离开，阿妹离开咧，当时我就行落来，桥条的边啊，行过。当我行过桥条的时候，我就讲我心开始变啦，因为我已经无挂十几年啊，超过十几年啊，是不是？无挂超过十几年。其他的人我还得把事情看得很看快的卡包的停点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讲话这现在我讲你啊真的清楚啊这个所在啊你会有不可能起来的。他们意思对不对我不会跟我讲话。你跟我讲这个所在不会有你才进去不然垮掉了。我为什么要听你啊？你在听我，你在听我了。哦，我请我调谐啊。我这所在有鬼，唔呀是鬼，我真正坐交鬼了呗。甚至坐到一个坎上，我无面大汗了。我白去撞了去伊，搞坏我讲，那怎样呢？从这开始，我无给他打到这上来。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这里就是我的，哇靠！也是叫做破坑，来讲破坑，你看到真正恐怖的。我顶礼拜，顶礼拜我跟一个人讲话，听啊，我就伊透露着我一个兄弟，一个参详到我面前，啷听？有一个牧师讲出一句那话，伊是着了的，小白粉的，伊做牧师讲二十几年了。伊只能对伊出讲啥物件，用对白阮的价是85%尔。原始啊，原始啦，我未烧，火，但系伊无烧啦，伊无烧，伊无是啥火烧啦。但是伊有烧新啥物件，因为这个物件啥物，伊会生命会破空，第一种破空，即破过空个咧，我是讲破个皮。你要去保养啊，常常见咧见啊，常常即个。我甲你讲，若是若当你查某会冲动㖏，我甲你讲，你要小心查某。你要当你家庭，当你家庭无小咯，因为你真正瘾，若当你查某会冲动。你若是讲，当你你真正瘾，若当你叫当会冲动。你若是讲，女的贪咧只瘾，破咧贪会冲动。那之外，可能说你喊我唔知，你来知。到底讲平常嘅叫你起来改变了诶，迄个都是对诶古早诶老诶夫做嘢生命诶。那你看到最好，人之外，但是我买过是圣洁生活，你是无一个英文同最好诶。就算搞我一个咁上帝最好，你咩可能应到罪啊？嘛，都那是讲无保守家己。有一个 law 啊，有一个律啊，是无在要改变人个。有一项物件是祈祷未成功嘅，定都未成功，何必行祈祷啦？我同你讲，做啥物咧？一个人一面手到底好嘅话，但是要祈祷主啊，你用另外手，你用另外手，主啊，另外，特别伊将伊手浸落就可以。你明白我意思？明白？你手放伫火未烧，但系你出边祈祷讲主啊，你用另外手，你用另外手，你明白冇？这叫做试探耶和华上帝。所以啊，姊妹。咱做基督徒，无论是死人也好，要成功，要保守啥物件，都是靠你生命圣洁。总之，你栽培软弱一个路子平，你栽培气沉一个，你栽培炎腰一个路子平，你要小心咧破口的。喺你破口就是做你不多的，做你失去钱啊，借上面好皮，做你生命挂在你黑暗内面，你啥物件不多的。我知，我知我啥物件不多。所以我讀這篇，我真係笑死。自己話感覺我真係搞，自己話感覺我無笑無笑咧，咁先。自己話我感覺無笑無咩回事咧，咁樣就是我話多嘅，咁先。你知唔知？你會等到好幾？阿咩？你會成功？冇人會成功。阿咩？你會成功？愛啊！愛成功，人之外靠就係嘅追求聖潔性。圣洁的生命，卖好你家己落到你嘴中，因为主的旨意，到这边圣经讲，伊拣的人呢，就是要让咱清洁，
予咱完全无化消，然后伊祝咱一个真熟人天顶的福气。那之外，如今，如今，你若要行主的路，你无失别，有遮济物件你是袂使动。但是迄个袂使动的物件咧，都是予你趁着福气的物件咧。迄个袂使动的物件咧，你若是无去动咧，迄个物件咧就袂炸，你趁着主的福气。但是之外，主改变会点啥？伊是毋是一下啥关系？我了到头讲，毋是一下顿就改变，会毋是啊？会起啊？伊是缩做你生命，缩做你生命，缩逃走 ，review mold your life， 伊是超你生命，做你生命，互你生命伫来伫改变。伊改变路啊，是完全改变的那种。今日咱古早拜拜，咱只要看讲下姊妹，咱钓鱼哇，咱一个好势，咱生老生活稍微改变了，啊，咱买厝买车个了嘛，但是现在都改变了，即一时一时的发财了，知道？但是伊已经无改变了嘛，自己会输掉伊钱，自己会欠了几十股债，伊生命不在落在市场上面啊，即唔是要改变了，知道？主改变，拢是带着黑暗罪恶的生活，变成一个圣洁光芒的生活，可能一切完全对金无相了，了。你忘记哪位？你忘记挂了未相的一个所在？因为你挂了古早挂的所在咧，但是话，你会失去真正真福气，你未成功了。但是话，未熟悉。啥物物件是你越倒霉，你就要带伫迄个所在爬起来，小心望入我个所在，因为迄个就是你金啊。医好了，望个再互糖伊食袂起。阿妹，阿兄姊妹，我知袂长。那个咩讲讲讲讲那个咩？你可能水水的一盆花，一盆针，还是一个山野针、牛奶针，忽然间未结果了，忽然间变黄个了，忽然间可能一球水去打打了球去搞，是不是？那问题出在你休，出在针，出在你位置，还是出在金？相款的原理来对生命的时候，你未好写什么时候，出大滴你生命的经验问题。你变哪块好写了没？加简单，还有是不是？换土是不是？尽量好你的这个经。好势啊！就是啊，哎，那出来你看到伊个展好势了没有？水了对啦，结果了对啦，哇，丰盛了对啦。哎呀，无论是伊个金好，伊个这个绣好势咧，展好势，规矩好势啊，是伊个金好势了，伊结规矩，不是伊个金，是不是？那也之外，生命是啥？你过去金，过去金，我们命做得多。他们物件做路，迄个破坑出现，你是不是？那这个剥削了家己性格，用一世人用啊，用一世人用。你未讲新主了过后，完全装破除了好事，你对内头啥？你啥免搞嘞？这个台，我讲无咧代志啊，无咧代志，因为这是旧账来的。你若烦恼一个聚会，你生命你家庭有你，你generation curse， 就是你遗传性啊，就是一代接一代的旧账啊，在你的生命里面啊，伊是旧账原在有第一名的，是看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宝血吃透你，所以旧账未接到你生命，明白？你债务未接到你生命。忽然间，我感觉你家庭好像一个大变动来啊，你知道？大变动来啊，我想袂想到要离开呢，你知道？
但是因为这人的人生命属灵，伊祈祷，伊靠主，伊过了这一关。那我们讲这几个阵营后尾有一个属灵的环节呀，有一个属灵的情况在那边。那情况就是什么？这酒桌搞了点声，在家庭在作乱发生。那都是看路是不是要对了主耶稣，看路是不是要来信靠我无主耶稣。那是讲路信靠我无主耶稣咧，主耶稣会保护家康，然后路路就敬畏了这酒桌的家庭，过来好好谈就不管多少钱。但是这个阿未信主的人呢，这酒桌搞了点声，发生到你的性命，那其他宗教讲劫啦。咱基督徒知影，这是咒诅，是 curse。那这劫那是发生在一个无信主的人的性命，伊无通保守，搞了点声，伊离婚，三年伊破产，伊调也倒堆，调也交了堆，坐下步，我车路财务大事发生了，我讲这个不是一个意外的。这个是伊的生命的诅咒。我就前面就讲过了，我就 SB 传讲伊唔了，有一个动机听我讲福音。这动机啊，超动的，含随听我讲福音，就是为了罗尼斯诺的囝，隆重二十几岁，火车唔死。那伊唔知我来讲，就是这个诅咒。伊的家庭内面的诅咒，个人可惜。通常有离婚的家庭，有离婚的家庭，搞了点事，伊果然发生离婚事件，果然发生离婚事件，破坏事件，家庭啊，这个无好事件开始发生。所以你特别保守的家庭，但是你要相信这样物件，人信耶稣的人，有主的保护加强呢，哪能会赢过咒诅？因为主耶稣已经顶在伊家里面，伊会已经破除了所有罪咒诅，结净的圣人上圣圣灵光呢。上帝的心意大在做世界以前已经决定了要让你生命圣洁的完全无破相的，意思是说明完全无咒诅临到你生命。但是你需要跟上帝合作，大家合作就是保守你生命圣洁，保守你生命跟圣洁。都是美国在那头，还是英国？第二个，来讲，那人要有一个老少原谅的生命，来讲原谅的生命。原谅的生命。那要怎么？那发生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或者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四节。Colossians chapter 3 verse 12 to 14. 这个人讲，所以人既然是神的，神拣选的百姓，圣洁，好主来听的人，都要有何款的心啊？怜悯、恩慈、谦卑、温柔的耐心。那是这人家的人有客康，总是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原谅。主安怎原谅你人，你人也要安怎宽容人。哎呀，千万个注意这物件。他们说我讲宽容这物件，跟你成功，跟你无好关系咧。哎呀，千万亚圣经内面教导咱人讲，那是讲咱人教人客气，主要不能宽容，可以生气。然后这边咧，保罗提到主耶稣所讲的话，你天顶的病安怎宽容你人，两边安怎宽容人。如果是不乱用人去提顶老板，也不运用路；如果是运用人去提顶老板，也运用路。那初话是亚桑讲波罗，也即来讲，哈密斯里也即来讲初话咧。因为看到这个属灵的关键 ，the principle of spiritual or spiritual principle， 这属灵的关键，佮佮讲个啥物件？这人也是无运用，伊袂好势，伊生命袂好势。那你常常自己无运用嘅，点样先啊？你生命到一种嘅心灵出来，迄个叫苦毒，大家讲苦毒。
即係看到佢寫住張紙啊，寫住温暖啦，寫住温度啦，寫住迷魂啦，寫住超大啦，寫住要醫啦，寫住病奶啊，寫住種種無可嘅面啊，寫住嚟就看到想讀完嗰陣 cancer 咧，你毀壞佢成骨嘅器官噶啦，你毀壞佢嘅生命噶啦，你知道？所以保羅可能點就是耶穌所講嘅，佢哋經歷過，啊，借人見你。啊！你借人嚟拖到你，啊！你借人嚟情懷，啊！你借人嚟害你，我攞個工作命開兩樣，做乜咁啦？你都俾運用你上啲生命嘅大限，你俾運用你啲家務事，你俾運用你啲生命嘅改變，你都運用你啲偷盲了。所以嗱，講俾成功嚟講，俾生命同望學嚟講，你唔使何止拖到你生命嚟炸你生命，叫你生命睇未到上帝好奇，人之外，你俾記住咩嘢？即係。原諒的生命是安怎的生命？含是上帝會噶啦，原諒咧，知道？含是上帝會，你原諒咧，你未記住物件，知嘛？你未記住物件？原諒對於自己好，係咯，對於自己好。我想教一樣物件，見人嘅人嘅近拖咧，還是何人見人嘅近拖？見人係人嘅近拖，還是何人見人嘅近拖？何人見人近拖啊？冇食冇錢啊！冇睇啊！見人眼接接人近拖，接名未過，佢嘅聲又未好聲，啲未見到，佢嗰啲未拉就中唔到真係錢，唔中意先啊！見先，啲上邊聲又未多下，因為要見先。一做方面又未成功，你咪即見你先可以受極，可以擴度，可以做鼻筋，可以温度，可以後面咁樣 sensitive， 就敏感，就敏感啊，就認真啊，嗬？咁所以先嚟去見，一見嗰啲做鬼嘅人，見嗰啲當鬼嘅人，所以你哋學嗰啲，啲人嘅話，啲白招人做對做鬼嘅，啪掉一聲，一鼻疼痛啊！唔單止係講，我係講依邊無故嘢，依邊惡暗，依善領空白，依做下面咁秒死咁成功。你要就見你先咪，乜扮啫見你先咪點先？依邊偷白，依邊偷白，硬有十分上帝冇辦法偷白你。就成日同我所講咧，你話幾多嘅上帝你超過下啲就灰嚟，你幾多上帝二條，都咩上帝咩二條？即是未改變嘅一個路，一個路咧。等到關於這一出扮嘢，上帝靈力得以重安騰托。嗱，主嘅聖名，我講主嘅聖名，主嘅靈力去偷扮你運轉，偷扮你點子啊？就是俾何路正正騰了偷扮，何路聖名也是主嘅靈力，主嘅平安，主嘅福氣。但是真平安福氣靈力，佢都冇成日接到你聲嘅，都是因為你擴讀啊，你就讀了就你聲嘅都唔白嘅，你羣就係驚係嘅。嗱我哋講個老鼠啊，長咩嘢？是一個精算嘅，唔是硬甲微嘅，是驚嘅。即係諗啲嘢話啦，所以保羅講粗話就係你講嘅咁啫。伊講嘅點子啊？伊是做了嘅，伊明明講做會教嘅，伊個家都能做。意思是講佢成經驗咯，經唔係經驗。嗱，按照經驗講咩啊？就簡單。能夠 forgive and forget 啊，即句話會啱。對佢消極，還是對老人寫真，梗係 forget， 冇變 forget。你生人到你嗰面，你嘛人咁多就攰，掛就攰，唔知對冇？但是你經常物件，喺你物件鋪起來咁先，你上咗現到就物件，放喺面鋪起來咁先，你做就物件，你偷白面。如果靠了主嘅話，靠了主嘅靈力咧，唔係基建。你用了屬靈嘅關節啊，嚟成為你保守，成為你經嘅路上。比如講，一人做我見面，我幾多個後生做啊，做嘅叫我買見面。那明仔日我看到伊，我會見佢，那唔知啦。
那不等于面谱起来念十年，我生命名，对正起哦，对不对？然后对生命会真正红到乌暗的，啊！你想一下，无好的人，有怎来做个物件拢赔嘞？然后我来上面见，有毒的话，迄毒的思想就开始出来。那这个物件是无 control 的来讲啊，伊会越来越重。但是你劲来控制伊，劲来将伊带落来，劲来拖住，慢慢会将伊杀无完，会做会到个咯。这进来啊，你听唔听？你跟公主啊，我已经苦了路，我已经不容易。所以这样物件所做啊，我已经是不容易啦。我无不在个家啦，我无不在去见你，我苦了路，我已不容易。啊，如果是讲我乃心灵，我乃祈祷，我只会开始乱想，你听唔听？这个就叫做不容易。一隻人解釋無聽的、無想的解釋，關於觀念這兩字。但是觀念，伊是會堅的，伊無應做，但是會堅去做的。你明白嗎？那這個情緒呢，生起來的東西，那是自然的，那是情緒。比如講人做的不起哦，這是情緒。有一個代誌無好發生，激起這是情緒，這是無在控制的啦。因为这是上帝给咱嘅特别物件，就是人有情感 emotion 特别物件。当你见一个人，你感觉这个人气或情绪浮起来，这是自然的。你别讲一个口罩，你看到伊，就永远无感觉，有可能，有可能发生，就是你长久安尼见来观察伊，长久来见来观察伊，你知唔知？感觉只是你行路边，你若看到伊，你知唔知？你心内面会记上下对物件，但是你心内已经无过再有人的感觉，会做会到，靠得住。那兄弟们，你那是讲上长期安尼款的东西啊？我咪讲，你是一个人，直直行，直直行，直直行，直来直熟练，直直来，直直平安，直直来，直偷忙。真正济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经过一个几多过后，伊惊开始都是会完全未记的物件啦。所以等于会记的东西啊，等于搁在起用的东西发衰的。将微信遮蔽家己，伊上面生人搁落到伊某几十单遮蔽内面，你都祈祷咧，你讲你原谅伊，但是佫袂原谅伊，佫见伊。啊，这人在痛苦当中，用魔鬼白条攻击伊啦，伊苦都佫在生出来，另外佫在苦都在生出来。也之外，原谅的生命出来咧，伊唔是一下发生的，伊是要 practice， 直直学习，直直坚，直直坚原谅伊，坚原谅伊，坚原谅伊。你在做这不定，原谅伊，原谅伊，原谅伊不定。你直直来，直直无想，直直解明，到达尾个你发觉到啥物件咧？迄个情绪，老的你，老我已经互你带死去啦。你发觉到啥物件，你看到伊个面咧，点啥？你无不再去哦。到达个成功咧，嗰个成功个情形就是讲，你会为着伊来感恩。到底我在行去的点子，就像圣经所讲的，你为伊来祈祷，你用着疼心来爱伊。我这个物件有可能咩？牧师，真侪上人记录讲做够了。看这人，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啦，讲个老了个应该把伊叫 Fanny Crosby， 这人是浅的，但是伊是天生浅的。伊到底细汉的，少年点子？伊个眼睛发炎当破物件，因为当时的科技不来管。然后 ，doctor 有一个错误的手术，可以完全痊愈。这个人是一个作家，伊是一个医生，但是伊痊愈了过后，伊做八千几条的诗歌，到底将这世代影响？我会记我还要唱一条歌啦，有当我唱。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再次有主爱抚庇，心灵换得安息。啊，这条歌是一下一下八千几条歌，难道有人都没了？有人没了，前面不卖完的咩？前面你心里面无苦毒的咩？你无见魔鬼的咩？
你无见迄老君的咩？因为咧老君是错误叫你请的，但是我同你讲，当伊拄着这个人了之后，你讲为咧怀千金讲个句话，就一样。伊讲唔那是当今我个咧拄着伊就是老君啦，做伊请的老君啦。我会做一摆，为着我的请的来向伊感谢。伊意思讲，那是讲伊无请的。伊对主的敬畏比安尼大，伊无签名，这个八千几条歌我就写出来。伊无签名来讲，伊的心无咧安静，无咧有灵力，敬畏主苦了主，那么写出安尼一生命的诗歌出来，去帮助这个生命安尼济人。有人做会到，因为是熟的人。那请问？这叫人喊出的声音比古早个洪声，更加突破，更加灵力有更高，然后经历的熟练的经验更加深，就是伊做了长件，就是观念。Forgiveness， 观念。那还是话来讲，观念的声音对不起来。因为观念也带领的生命，未何路窄，上帝福气领导。所以我鼓励你对咧，你讲到你得成你害过我诶，我容易害过你家庭诶，老未累诶，破坏你生命诶，讲过伤害你话诶，我容易，都见我容易，你都做这个定开始。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快乐了，你就行一条成功的道路，你就行一条光明的道路，阿妹。最后来看，第一个，你要小心第三件，属灵生命。第一个属灵生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 First Corinthians 2 verse 12 to 16。属灵的生命。圣经讲，我古早所领受的，并不是世界的灵；我当我所领受，不是世界的灵，乃是个神来的灵，叫我知影神开恩赐我的代志，并且我能讲这代志，不是用人的智慧所加的言语，乃是圣灵所加的话，着相属灵的代，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代志。而另一方，属灵属血气人，无在了兵力。聖靈的代志，第一講，廢棄人，無明白聖靈的代志。反過來感覺是一個，因為無就知影這個，因為這個事攏是屬靈的人家看得到的，屬靈的人會在度看透萬事，卻無一個人會在度看透的。那聖靈這句話其實講到就係簡單，不過講到就係簡單的意思，簡簡單的話。如果那是讲我是被蒙惑，被怎样熟练代志咧？你会提示熟练咧？他们是熟练，熟练出我之前一节解释，但是我对暑假的解释是咩？第一条来讲啦，甲主同行，这叫熟练。离开世界，甲主白白行，无论我去到咯做啥物物件，食也困也坐。就是甲主白白行，这叫熟灵。那阿姊话，好似熟灵，好多成功咧。因为我讲讲阿姊话，你只一坐的生命的所谓花口花嘴，我同我讲讲的圣洁的生命、温暖的生命，这个是熟灵环节咧。这个熟灵环节，拢是帮助你一步一步嘅成功咁样。比如讲，搞一个抗战，即系感动到红眼 ，OK？啊！你心裏未同款，當你奉獻咁時，你就開始帶入過一個熟靈嘅環節裏面啦。嗱，當行到這坎頭嘅時候，聖靈同你講，你就要離掉你歹行為，即熟靈環節。當你甲主同行，講願意甲主平行咁時，你是熟靈人，你度過即個坎坷出關嘅咁時，你嘅態度可能會好啲咯。當熟靈聲命，熟靈環節嚟到這坎陣，依家你講就是講你要讀聖經，你要聖經。无教认为上帝话，你行一条路嘅东西啊，都是都是叫熟灵啦，即叫熟灵生命。但系你若甲主白同行，啊，你嗰啲
经过这一关，然后你啊，开始有这读圣经的习惯，咁之后你生入个灵活，好似安尼，都话咧个，等来个一个抗战的点声，圣经就讲，圣经都要舒服。啊，等你行进去舒服内面，你就是行入上灵的，因为啊，你上灵生命过在关键啊。那这里讲到了无形的，到你生命，甲你讲话的，然后你去做的，这个当中是叫上灵的生命。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大汉呢，会大汉未大汉，都是看伊到底甲主白白行偌亲密。那一个人若是讲甲主白白行才亲密的人，伊愿意对主每一句话行，即便苦了主的，即便活了主的，伊拢要做，这叫属灵。属灵 spiritual， 属灵的生命不是。哇！你几多兵啊？加字方言，哦，你叫啥哩？不一定咯。只能几多兵啊？加方言，那越吹越大，越生命无好。我跟你讲，这叫人阿平高寿命真多。这人若是舒服，不一定寿命咯。加字舒服的人，就是上来的人，是不是？这何类，不一定叫寿命咯。因为伊活了你，但是伊的生命无改变，无叫上帝。所以上帝上面咧，我只说讲这个解释，就是甲主同行。主行你脚步，我行脚步，我对着主的款来行，我跟主。然后主做的物件我爱做，主叫的物件我爱行，主的话我爱听，这个叫做上帝。要成功吗？就有熟灵生命，因为熟灵的人该听到熟灵的话，明白熟灵的字，喺熟灵的字该做对生命改变，对生活改变，对家庭改变，对自己改变，甚至对产业改变。讲者唔是发财，但是这个熟灵的环境。有一个囡仔，佮你细汉，你佮他相信三物件。头前物件，伊相信神是喜爱会听会祈祷的，然后伊明白一项物件，神是有趣的会讲话的，圣经就是神所讲的话。伊明白三物件，第三件就是伊知影神是有手会做事的，因为伊安怎讲就能行出来，完全照着伊的意思行出来。然后这个人呢，这个囡仔手中伊出门的点声。只有十块银英镑，然后高家一个抗战的东西啊，伊竟然有5000万的英镑，用在伊所谓中国的时间，这人的名叫做戴德森，帕森蒂呢，伊出去借钱出去的东西啊，就10块银的英镑，去到中国，伊竟然除了。到你私人人在做主的善事啊，除了5000万的美金，诶，英镑去做福音工作。但是嘛，跟相关的这个环境相关，那是不相信对神在讲话，不相信对神听到，对神做工，你若对伊行，你就好势，你做成你的生意就好势。家庭的家庭的好事，做工的做工的好事，做头的头的好事，做人的白骨的这个白骨会抢的好事来讲，是不是？无论你所做的一切，浪中的成功，都是属灵的。我讲一个简单讲，新加坡有一个著名的数码科技企业董事，施家董。看到真正出名，当今每一楼，伊这个都老老家是讲，是新加坡真正出名。伊是开苏马格的，但是唯一新加坡一间苏马格，唔知啦，我伊今日抽了过来，唯一唔知啦，一间苏马格礼拜就无开的，就是四季冬。要是无开的，伊的这个，因为迄礼拜伊要做礼拜。伊要带伊嘅工人，甲咱去做礼拜，所以伊定落来原则，伫教甲伊嘅囝一手话，
所以礼拜日是不一样的。隆重规定，说明某一一 stop 了，了也感染了，隆重去教会做礼拜。当然不必然啦，但是伊一般就是希望每一个伊 stop 了做礼拜，所以从从众的到今日，是基督不是大的新加坡是最出名。我接落，我接落，你去我接落，佮佮一间中国嘅 Star Building 是几多？嗱，兄弟们，是几多？是几多？唔多，是一栋嘅，有人叫是几多，有人叫是几多嘅。咁所以，因为只叫人去向经常嘅，唔是伊娘话咯，世界真正同我好嘅人，伊人经常嘅同我，伊人成功，咁所以咪经，如经如愿成功。阿咩？阿姐话，你记佢要成功，要注意三样嘢。头者就是圣洁嘅生命，第二个系运动嘅生命，第三系上帝嘅生命。咁咪睇住嚟，阿见到。